第十连至 QR Code， 上次还没扫码登记的乘客要记得扫码登记一下。上面都有防疫十连制的 QR Code， 要记得扫码登记。今天是
天是不是满天星星，我会变成你的眼影，唱出最好听的声音。大家记得扫码登记哦，防疫管制。Yeah.
璃上有防疫十连制的 QR code 要扫码登记。玻璃上都有防疫十连制的 QR code， 要扫码登记哦。
上都有防疫十连制的 QR code， 现在每天搭车每一台公车都已经要扫码登记了。